1亿美金的年薪，你会拒绝吗？扎克伯格的上亿美金天才名单正在引发硅谷 AI 公司的新一轮人才矩阵，同时也将全球大模型竞争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在开源模型 Llama 4发布失利之后，意识到 Meta 正在 AI 大模型上落后的扎克伯格开始重组 AI 团队，而他开出的价格似乎是很少有人能拒绝的1亿美金。那这1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社交媒体上疯传着一张图，当年皇家马德里从曼联签下 C 罗也不过才8000万美元，而右边的这位被 Meta 天价挖走的 AI 顶级人才，正是我们硅谷101两年前的播客嘉宾。真正重要的是怎么继续去 push 前沿。那么 Meta 重金招聘的这些顶级 AI 人才到底想要做什么？就 Llama 5之后要 launch 的时候，他一定会把 reasoning 的能力要上一个台阶。我也看到了很多做 multimodality 的人在里面。而这些人才能够将 Meta 重新推上 AI 的领先地位吗？我们应该希望开源做得很厉害，开源的话能够让大所有人都用上。扎克伯格开出的天价抢人之票，让本已经疯狂的 AI 人才大战更加失控，也让硅谷的 AI 格局充满变数。背后一个核心问题是，这些人为什么还流失？ Researcher 的话，就是他需要话语权。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硅谷101，我是陈倩。那这期视频啊，我们就来讲一讲 Meta 最近无比疯狂、无比激进的抢人大战，快把硅谷其他几家 AI 公司啊都快逼疯了，指着小詹骂他是强盗。所以呢，我们就来聊聊扎克伯格的这份天才名单。那我们先来说说上亿美元薪酬挖人的这个事儿哈，真的给出了这么疯狂的支票吗？要知道啊，我们之前做的那一期 AI 人才争夺战视频中啊，讲的还是100万美元的年薪。好家伙，这还没过多久，现在直接给加了2个0。Meta 用上亿美元薪酬挖人的这个数字，首先是由6月中旬 OpenAI CEO Sam Altman 在接受他弟弟 Jack Altman 播客采访的时候给爆料出来的，引发了众多媒体关注啊，因为这1亿美元的数字真是太夸张了。那还记得开头我们说的那个对比吗？ C 罗的转会费啊，也不过才8000万美元。而连线杂志报道， Meta 给出的最高的价格呢，是高达4年3亿美元，其中第一年的总薪酬是超过了1亿美元。也有其他的媒体报道，1亿美元呢是 signing bonus， 也就是一次性的签约奖金。那虽然 Meta 的发言人 Andy Stone 是否认了这个消息，说这些消息呢是故意夸大了事实，但是结合 Meta CTO Andrew Bosworth 的内部发言以及我们与业内人士的交流，感觉是这样的哈。这个上亿美金的薪酬呢，并非是空穴来风，但不是每一个被挖来的人都是这个价格，可能呢只有少数非常资深的几个顶级 AI 人才给了这个报价，而其他人的年薪和股票激励以及签约奖金的总包裹应该是在每年上千万美元的水平。他们整体的包裹呢，反正据我所知，基本其实在可能平均每个人在每年在800万到3000万美金之间，就是肯定这些人没有祖传的这么，就是说1亿的签字奖这么高了。Meta 毕竟是一个上市公司、公开公司，所以他们其实拿到的这个 package 其实一年可能就直接能兑现了，包括股票部分，而且他们很多的股票其实是能提前行权的，给他们的 package 其实是非常好的。总体1亿美金薪酬应该不是真的，但是上千万是肯定的，可能1000、2000万总包之类是很有可能的。然后这十几个人本身 seniority 也不太一样，然后侧重点也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偏 research 一些，有些人偏产品一点，他们的待遇可能也不太一样。那在如今的 AI 竞争格局下，顶级人才都是各大科技公司看得最紧的资产，挖人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哈。特别呢是如今 Meta 在 AI 大模型竞争上开始掉队，会让不少人觉得在 OpenAI 工作能够达成的影响力可能会更大，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Meta 就得花大价钱了。而且呢不仅仅是大价钱，还要给新团队和人才更大的话语权，才能够把人给吸引过来。这段时间疯传与 C 罗对比图的余家辉，在2022年12月是上过我们硅谷101的播客。那现在重听那一期啊，会发现当年他对 AI 大模型的很多预判都是相当准确的，水平非常之高啊。而当时家辉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到，对于吸引人才来说，一个公司的工程卓越文化是重要的，上面的领导层远见是重要的，要能够去推进前沿技术也是重要的，那这是除了薪资以外的重要因素。在我们节目播出后不久呢，佳慧就加入了 OpenAI， 还有一个 engineering 的 experience 在里面，这些时间和这些经验的积累，我觉得是一些其他的公司都还比较缺少的，这是一块。然后第二呢，需要一个人才积累，他这个人不是说完全是 financial support 到了人就会来，他还是有一个是不是有足够好的 leadership，
是不是这些人以前就能做一些，有没有一个 track record of success， 这个我觉得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说现在我们有了这个数据，有了这个算力，刚成立起来做一个 team，其实很难去吸引到这样的人才的。像大公司的比较成熟的这种 research lab，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其实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说能去 follow 到整个 research， 真正重要的是怎么继续去 push 前沿，或者说下一个这种 milestone， 下一个 milestone 在什么地方，应该要去看这种问题。那对于这个来说，我觉得 OpenAI 是有一定的优势在目前上，他们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不断的在创建下一个 milestone。大公司其实 follow 并不是一件难事情，在我看来，这是第一个大公司的角度。四月初 Llama 4发布，在年初 DeepSeek 的横空出圈啊，让同是开源模型的 Llama 4毫无亮点。 Llama 4有多让人失望呢？我看到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啊，说了细节，说啊，甚至 Meta 内部的研究人员主动和 Llama 4划清界限，并且把这个项目从他们的领英个人简介中删掉。所以呢，当 Meta 面临从 AI 大模型第一梯队掉队的危机时刻，扎克伯格呢是毫不犹豫重金来打造这样的一支顶尖队伍，来让 Meta 重新跟上最前沿的进展，然后呢再去看能否创造 milestone 里程碑。而就像佳辉说的，顶尖研究员重要，但是带队的领导者就更加的重要。而我们看到扎克伯格在组建团队的领导人角色的时候呢，预算几乎是没有上限的。除了我们上周的101 Weekly 节目说到 Meta 花了143亿美元收购的 Scale AI 49%的股份，主要呢就是为了把对方创始人兼 CEO Alex Wang 给挖过来，领导 Meta 的新超级智能实验室。那么另外两个重要的领导人物呢，分别是 GitHub 的前 CEO Ned Friedman 和 Safe Superintelligence 的 CEO Daniel Gross， 会加入 Alex 来领导 Meta 的新 AI 团队。而小张呢把这两个人挖过来，也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Daniel 和 Ned 之前是成立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 NFDG， 而扎克伯格呢，为了让两人无顾虑的退出基金加入 Meta， 是立即提议通过收购基金的股权来让投资人 LP 们套现。所以你看啊，扎克伯格这次挖人真是下了血本和决心的。再说一句啊， Daniel 之前除了有 NFDG 之外呢，他本人还是 Elias Discover 新成立的 AI 公司 Safe Superintelligence 的 CEO。那扎克伯格呢，是曾经想要收购估值为320亿美元的 Safe Superintelligence 的，结果呢被 Elias Discover 是一口回绝了，所以呢小扎就把 CEO Daniel Gross 给挖走了。而 Elias 在 Daniel 离开之后呢，也不得不接下了公司 CEO 的职位，并且呢在 X 上面发言说，我们有计算资源，我们有团队，我们知道要做什么。那看起来呢，这个世界上确实还存在着再多钱也挖不过来的人。Respect。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 Meta 新组的这支团队的构成啊，以及 Meta 到底想要做什么。6月底 Alex Wang 在 X 上面发布了 Meta 的新超级智能实验室人员名单，以及新员工之前的背景。这份名单的11个人当中啊，7个人来自 OpenAI， 3个人来自 Google DeepMind， 另外一个人呢是重新召回 Meta 的。那这些人可以说是如今生成式 AI 领域最杰出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了。那我们就邀请到 Meta 前应用强化学习部门负责人，现在是 Pocky AI 创始人兼 CEO 的 Bill Zhu 加入我们分析一下啊，有这样的人员背景组成， Meta 在下一步什么棋，想要布局一个什么样的 AI 战略呢？我觉得第一个他一定会想做的是，在 Llama 5的这一轮，就 Llama 5之后要 launch 的时候，他一定会把 reasoning 的能力要上一个台阶。因为你可以看到招的很多人都是 O3 O1 的之前的核心成员，所以他肯定是想把 reasoning 的能力提升一整个台阶的，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情。接下来 Llama 5的研发就非常的重要了，否则呢闭源模型和开源模型之间的差距呢会再次的被拉大，而 Meta 想要通过开源建立起来的 AI 生态战略就会完全的失效。而与此同时呢， AI 模型的多模态之战中， OpenAI 和谷歌厮杀的非常厉害啊。谷歌最近呢是在不停的更新多模态模型的能力，特别是最近发布的纹身视频模型 VO3 是非常的惊艳，而这也是 Meta 需要追赶的点。然后我也看到了很多做 multimodality 的人在里面，所以他们应该会把就是 Llama 本身非常强的，就非常 focus on 的一个纯文本的能力，去迭代到一个和 GPT-4o 类似的那种 multimodality 输入和输出的这么一个能力。因为之前 OpenAI 的这个
GPT-4o 里面的 image generation 的 model 出来以后，整个反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猜测 Zuckerberg 的这个新的 lab，它应该会把 multimodality 作为一个重点之一。而同时呢，也有很多人问 Meta 新 AI 团队的领导者为什么是年仅28岁的 Alex 呢？他也不是做大模型出身的，凭什么就能扛起这么大的任务哈？那这确实呢，也是很多人不确定和猜测的点。唯一一个我是不是特别清楚的，就是 Alex Wang 的。作为这个项目的整个 leadership，毕竟他以前是做 data 相关的，那整个 data labeling 在整个工作的环境当中会产生一个多大的影响，或者说有多大的这么一个重要性，这个是目前不是很确定的一个点。因为现在的一个主流的方向还是minimize data consumption，在这个范式之下，data labeling 的重要性其实在正常的 LM 群体里面其实是有降低的。而这个新 AI 天团的不确定性啊，除了 Alex 的领导力之外，整个团队的运行以及新来的人才能否适应 Meta 之前的那些 AI 研究文化将如何被改变，各团队的利益如何平衡，那么这些都是这支新 AI 梦之队会面临的挑战。那么在此之前呢，Meta 的 AI 研发文化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佛系的。我们硅谷101播客在2024年3月底是采访了 Meta 前 FAIR 基础人工智能团队研究科学家田元栋，他描述到啊，Meta 的 AI 文化呢是非常的 bottom up，自下而上。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自由的吧，有点像学校的。对，大家比较 bottom up，可以自由讨论一些问题，然后讨论一些文章，然后最后能够找到一些想法，然后做出来。然而，可能问题就出在这个自下而上啊，导致研究员们各自有各自的方向，并不是呢以一个最终目的在一起使劲儿的。就比如说给 Meta AI 坐镇的图灵奖得主 Yann LeCun 就是一个典型的学院派啊，热衷于研究主流大模型叙事之外的世界模型范式，还经常在网上跟马斯克等人骂架啊，以科学家自居讽刺马斯克和 OpenAI 的商业驱动行为。那我在硅谷之前的一个小型聚会上啊，是见到过 Meta 的 CPU Chris Cox，那有人问他 Yann LeCun 在 Meta AI 上的引导作用的时候，当时呢，Chris 就回答说 "He's mostly on his own"，意思就是说他大多数时间都在自由研究，也就是说这位 AI 大牛是不太参与 Meta AI 产品的日常运营和管理的。其实 Meta 的整个 AI 路径是非常松，怎么说呢？就是 bottom up。整个 FAIR 以及我之前在 Facebook AI Apply Research 的整个路径全是 bottom up 的，就是底下的人提 proposal。然后这个项目被 evaluate 说这个是一个值得做的方向，然后他就去做。其实没有一个 central mission 说，哎，这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然后把它 break down 成几个 component，然后每一个 team 做一个方向，然后把它 merge 在一块，能够完成一个巨大型的 system，是没有这么一个 initiative。总体来说，我觉得它的大的区别就是原来是一个松散的，从底下往上传，现在可能是 top down，说我有个大的设计，然后想办法去把它 break down 的过程。所以啊，听起来这感觉是一个特别行动组，抛弃了此前 Meta 自下而上的松散文化，变成由扎克伯格直接领导的有目标、有 KPI、自上而下的 AI 梦之队。然而，说实话，我身边抱怨 Meta 内部政治环境的朋友啊，那不是一个两个。那这样的 AI 天团能否在 Meta 这样庞大又充满利益角逐的环境中，达到他原本设计的目标呢？此前，Meta 的 AI 团队主要领队人物是 FAIR 团队的研究主任 Jitendra Malik。同时呢，Meta 的生成式 AI 大方向由首席产品官 CPU Chris Cox 带队。那么，新的 AI 团队与 Meta 的原有势力会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也是一个未知数。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些人会不会水土不服？因为 Meta 内部的整个架构、整个 evaluation 机制。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evaluation 机制，然后很多人其实进 Meta 以后都水土不服，因为它会有很多出现，即便你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人家也想做类似的事情，所以导致的问题就在于说，他们能做，那 Meta 内部原来的 Gen AI 那帮人也能做，他们能力差距没有那么大，那么他们也想做，那会不会出现冲突？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像在 OpenAI 和 Anthropic 以及在 DeepMind 待久了的人，其实这方面的经验或者说这方面的忍受能力可能是相对会差一些的，因为他们并不需要去经历这些事情，所以，这会是一个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是最大的 concern 就是这个。然后第二就是Alex Wang 进入 Meta 以后和剩下的领导，你就是领导组织互相之间的磨合的关系，因为 Chris Cox 本身是现在是带整个 Gen AI 的大方向嘛，那 Chris Cox 跟 Alex Wang 之间是不是能有非常好的 chemistry，这也是一个值得 question mark 的一个事情。所以有待观察，我感觉可能还要去看个3、4个月，看看内部会不会传出一点什么消息，然后会不会有组织架构的一些变动。
那说到这里啊，我们大概就知道扎克伯格接下来想要组建这么一个 AI 天团来干什么了。简单来说，就是要迅速赶上 OpenAI 和 Google 最前沿的大模型技术步伐。因为硅谷没有竞业协议，所以这些研究员呢，他们是看过还未发布的 GPT-5 以及 Google 的 Gemini 等等大模型的最新研究的，所以他们能够带给拉曼虎的会是非常重要。那扎克伯格和 Meta 一直以来的口号呢，就是所谓的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快速行动，打破常规。那么如今啊，上亿美元抢人的支票行为，那就完全符合小扎的风格了。那么问题是，这些支票能够砸出 Meta 的 AI 领先地位吗？我们也拭目以待。好了，感谢大家收看硅谷101的101 Weekly 视频，用十分钟每周三条轻松解读你不能错过的硅谷热点话题。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拜。